个自己选一条，这个可以两个人玩。最后它上面都有数字，然后说你钓到最多的人就是赢家。你要哪一根？绿色。两个鸡了，那给你。好，我们都不行去用手摸这个绳子，不然你就输了。好了，开始。这是我的鱼，喂，你怎么钓我的鱼？哎，你看，钓不起来，你看它这里是绳，要不钓起来啦？啊，好进去了。